好了是吧？好了，我倒数计时了，准备开了，准备开了。啊，这个游戏也是我来说的。啊，好像上网要说，上网说。我那什么，我休息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这个游戏也是个合作游戏，是个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来解说跳刺了，我是上网。这个跳刺，很简单。你把你那边的声音关一下，你把那边声音关一下吧，那边有回音啊，好吵。没有关系，这个音乐非常好听，音乐很好听。我网太破了，看这玩意儿多卡。看一下能不能调一下。这游戏画风挺好，说一边说一边就到了，这个成长就秒了很多了，非常的快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网，网有点慢，我看有点卡。看到杏树选手有点紧张啊，这个档失误了挺多次的，就死了几回秋山啊，死了几回秋山啊，问题不太大啊啊啊！别呀，听不见哈，因为我在调网，所以听不见。下一个存档了，下一个存档了，不要在意之前那些细节，不要在意之前那些细节。为什么我的网变得那么垃圾？飞得很快啊，这马上第一关应该就没有了。阿成。好啊，下一遍，下一个珠峰啊，超个金路啊，随随便便的，反正是一个 JC 的事情，平地下珠峰，一个 JC 完事儿。进路哈，应该一次差不多能超得进去，一次没下去，两次差不多。然后也是个姿势，这里是个姿势，蛮力可以直接把那个横纵给滑进去。看起来其实这个游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翻车机会。我调一下声音，可能会有点小。好了，调到了最大，没有什么翻车机会。好，下一面，然后还是在第一关。这面呢，看起来比较绕。最有翻车机会，我觉得最后一关，后面最后那里非常容易翻车，因为后面有个追逐，然后存档也比较长。以杏树的水平，我觉得不太会翻。杏树今天很辛苦啊，连着跑俩游戏，挺辛苦。俩都是跳刺，等会还要跟那谁柯友竞技。如果说第一个游戏他发挥失常的话，第二个游戏肯定就稳了。
所以说可以期待，如果说这个翻了就期待后面的，不可能两个都翻的，这是有个定律。后面那个哎也很精彩，跳次游戏蛮不错。这个杏树不一定，杏树有点，如果这个稳的话，他的自信心就会增加，他有点紧，然后下一个就打得更稳，有点紧张，导致这什么？导致不该失误的地方有点失误比较多啊。但是这个翻了也不要紧，都可以。好，秒一个，非常好。我都有点忘记这一关的路了，太久没玩就，刚才那里死的稍微有点冤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马上能补救回来。我刚想说他随手那个差的不是很多，马上补救，来得及。刚才有个隐藏啊，听到隐藏的声音了。第一关的隐藏好像我记得是不太难，不太难。隐藏还是有必要拿一下的，因为到后面。先说我估计这次就不打 EX， 但是 EX 的话隐藏是必须很必要的东西， EX 比这个还精彩，不过那个纯堆命特别烦。上网解说不怕的，这上网不是，我一开始打这个游戏的时候第一关都卡很久，上网不是特别专业的，大家放心啊，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这这场我不太想多说，因为那什么，因为一命好的，因为比较口干舌燥，完全不会神作，这个就是太稳了，大神的自信根本不需要停顿。哎，孙健健来不了，孙健健就一到五对吧，九九六那种，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没有点歌机，礼拜六礼拜天还今天没有点歌机，不准点歌。看就完事了，很简单啊，补充点奶分。不，你们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们这么说就不对。 EX 关才是难度的真正开始，开掏，正式开掏。我哪有奶、啊、不要信他的鬼话，别去玩。你们看那个 DF 的评分就知道了，我记得比生子次还高一点，生子次是一个特别难的跳次，然后比生子次还高一点，我记得这样很难的，就这个游戏 EX 非常难。新人不要去玩，不要相信别人的鬼话。我是听不到，他肯定他听不到，我没开歪歪声音，现在应该可以听到了。我刚才按键说话了，我只是一个补充作用，对吧？上网归上网奶，我管我专业解说，对吧？大家俩互不冲突，对吧？这如果说到一块去了呢，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杏树的确是失误了，失误大发。大家可以看这一面的最后，这一面的最后有一点小难度，但是杏树将会被我们表演一命过，注意看好，非常稳，非常稳。这是第二关啊，我记得一共就三关，那不可能翻啊。这里有一个一段，这个有一个一段 GC 刚才出去了一个，这叫什么，上一格 F 专用，不是一格 F， 这个叫一格次 F。 唉，信说的 GC 还是稳呀，还是挺稳的。随手出 JC， 喝水都能出 JC， 跟喝水一样简单。新树上次跟我说他那键盘超小都能随便按，我惊了，我超小都要按好久才能按出来，他那键盘非常牛皮，非常牛皮的键盘。好，这面没有问题，又过了。
乐还是配的不错的，游戏可玩性还是有的。刚才看到死了最后一次，但是第一次死了，第二次能补救，啊，非常完美的补救。非常感谢杏树啊，每次跳刺不会的时候就找杏树。这面两个档啊，两个档不用存了，应该就是两个档比较简单啊，比较简单啊，简单。最多死一次哈。完美，非常完美。在前面存档的一开头死是无所谓，因为马上就能把时间补起来。关键就是怕在最后死，最后死的话非常的就有点烦了。在最后死的话影响心态。有个隐藏啊，这个隐藏我记得很难。好，过了，顺利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自己超一个记录，哎，直接超过来，一段 GC， 非常好的记录。存档，这里哎，这个存档不算难，一下就能过，两下，哎，两下过了，很好。这可能又要超个进入，哎，超个进入，那看来有四关，还没到追逐，追逐我印象蛮深的，挺难。最后，哎，不会死，最后这把一定过。好的，完美。现在不要开始奶吧，到时候追逐的时候再开始奶，追逐不太稳，比较容易翻车。这个音乐应该是那个什么，哎呦，忘记名字了。哎，对，这面也就第一个存档难，第二个存档根本不可能死，好吧？对。第二个存档不会死的，没有死亡机会。第一个存档难，上个板存个一段跳，好，非常牛，好，不会死。稳呐，太稳了，第一次，哎，不多。追逐了，哎，追逐，重头戏。哎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不是我奶了，这个。追逐，哎，重头戏，马上。追逐一次过吧，刚才那次不算，好吧，开头死的不算，这一次过，好吗？你说过这个有血条的啊，这可以伤几次血的，你看八条命不可能死，好吗？是九条，刚才已经叮了一次了，一次过，非常自信。
这个杏树应该自己私下练过好多次了，除非大会发挥的非常不稳定，一般不会死。我们猜他还能剩多少条？直接穿，哎，这里直接穿过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不奶，我专业解说，我奶个锤。这里属于失误啊，属于失误。这都已经到一半了吧？那不会死了，稳得很。一个 JC， 哎，好的。他 JC 真的随手出啊！键盘在哪儿买的？太棒了吧！超值键盘，随便撞都没事。贴墙，好。对，好了，快没了，这边快没了，除非最后疯狂死，但是几率不大的，一命就过了，没了。一命就过了啊，一命就过了。啊，效果挺好的。两命好吧？啊，效果挺好。顶多死一次啊，这种游戏顶多死一次嘛。没有第二次，没有第二次，好吧，一次。就这把了，就这把了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对对对，都是节目效果啊。跳刺不是很容易翻的游戏，那九翻还是情有可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跳刺除非他掉下去，否则不可能死的，九条命。你看今年大会爆跳刺的哪个翻了？都没哦。哦，好像有翻的，有几个，不多，翻的不多。不多。省了几命，没有关系了。比上次命还省的少，哎，省的多一点。不翻车，这次目标就是不翻车。歌迷是小翻，小翻问题不大，跳刺是允许小翻的，大翻车不会有。好，稳一手，稳，好，好了，到这里就已经稳了，到这里真的就稳了。你看，还有六条命，不会死，真的不会死啊，这次真的不会死，已经没了。哎呀，直接上呗，那么多命，随便我随便玩。对，太稳了。有没有 EX 非常有没有 EX 档来一个跳刺神杏树，结束了他的表演。好，来一个，好看一下 EX 关 EX 关。我讨厌死了几千命吧，这一面。Music off。嗯？嗯？他不动了。哎？阿志。好听的音乐。OK， 这个就纯秀操作了，翻不翻车，这个不可能翻车，除非死最后，好吧？这个到这一面，我顶多奶他死最后，但是一般不会死最后。
有点卡，换一下。好，一次。不太好。那上网再哼，不是再写一次最后的话，差不多了。我没哼，不会再上网再唱。网易云一开，直接老网易云了，老网。好啊，来个隐藏啊，可以啊，迅速来隐藏。好的，很稳。没有点歌系统，不要再尝试点赛上上网。没有点歌系统。隐藏好像在最后一面啊，我看一下时间。啊，还好，时间比较充裕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学长卡了，这是开挂了。等我给你们看，一下就瞬移到隐藏。哦，在这一面啊，等我记错了，这就是最后一面。有人想看那个 EX 的那个，想看那50层吗？就姿势跳字，啊？我不卡而已，不要乱讲哦。这个很刺激的一个。看路。稳，这个最有看点的就是死最后，但很明显的这一面最后非常容易死。5把，好吧，五命内。有点自闭。最后5命内嘛，最后顶多死5次。我觉得2次差不多吧，5次有点多，2次差不多。对。草藤杏树啊，草藤杏树。
呀、啊！哎，舒服，两分，非常好。这个档比较简单啊，这个档不会死最后，一看就不会，没有死最后的感觉。繁体，记得搜狗是可以调的。确实感觉不会死最后。杏树，要不下次大会跑个耐久吧？跑个耐久，跑个畅打耐久。今年大会缺个畅打耐久。下一个什么时候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直接下一个吧。好，好，就直接下一个，直接下一个。